起。朋友中有过世的，在你眼中有几个人走得很清楚很明白的，有几人走的时候迷惑颠倒，人事不省，甚至家亲眷属都不认识，这就可怕，就是助念也很难往生。他颠倒了，佛号提不起来，愿心忘了，求生净土之念头忘了，这最可怕了。所以我们修福不要享福，不享福则后福大呀，如果修了一点小福，随时就想掉了，福就没有了，到临终就没有。如果自己有福要给大家想，我自己不想，我的福就愈来愈大，越积越多，到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欲知时至，自在往生就是最大福报。一生不享福，就为了希望享这福报，这是最有智慧者。我见势力，这句话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佛亲眼看到十方世界的念佛众生往生不退成佛，看到这好处和利益，这不是假的，恒超无浊，忠实无道。佛亲眼见，恒超不是讲述出胜出难，我们升天不易，生欲界天要修上品十善业道，生色界天要修四禅，生无色界天要修八定，很难，必须如此修才出得了。三界到第九定就超越三界了，是阿罗汉所修的，这就是数出难。我们净宗法门呢，是不用如此，我们是恒超，不要经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从人道就去西方极乐世界，这叫恒超五浊恶世，临命终时心不颠倒，这是佛亲眼看到的利益，所以劝我们应当发愿。凡夫所以称之为凡夫，凡夫的病况是何状，下面就会简单提示。凡人在临命终时，第六意识已不行了，眼不能见，耳不能听，身体僵硬了，第六意识不起作用了，但第八识起作用，第八识的习气乱发。佛法中教给我们，人在临命终时，断气之后八小时不可动它，第六识不起作用，第八识还保存，如果去碰它，它会生烦恼，有苦痛，假如一念田会兴起，即会堕恶道。我们只可在旁念佛，他听见或听不见都没有关系，总是帮助他减少痛苦，希望他不要堕恶道，明乱心位。往生时要一心，一心才能往生，乱心不能往生。由此可知，我们平常念佛，一心是功夫，乱心念佛无用处，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二理是二持，两种念佛的方法，目标都是道一心不乱，不为见思乱故，这事是一心感化身佛现前，身同居方便净土，来迎接你的是西方三圣的化身，化身与真身是一样的，不要在这上难分别，不为二边乱故，感报身佛来迎，身时报即光二土。这是说念佛功夫最好的，念道理一心不乱，他身西方极乐可身到时报庄严土，来迎他的西方三圣是报身。不管化身报身，
都是阿弥陀佛来迎接。三当知持名，一定要知道此一方法是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简易真接至顿，至顿至圆，至度顿是快速，一念相应一念佛，至圆圆是圆满，一丝毫欠缺没有。一句佛号内包括戒定慧三学文思修三会信愿行三资粮，略举例子而已。菩萨六度万行无量无边的法门都修了，统统在此一句佛号中所以你念此一句佛号，什么法门都修了，不要再修其他法门。楞严上说得好，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需要借助任何一法门来帮助，就此一门就够了，故要专修专学，以念念即佛故，不劳观想，不要用观想，不必参究，用禅宗的功夫，当下圆明，无余无欠，当下圆圆满满，一法不缺，此法门多妙，多不可思议。四上上根不能于其田，下下根的真奇遇。这两句是说此法门广大，上上根是指等觉菩萨。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还发愿念佛求生净土，菩萨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文殊、普贤、观音、释智他们早成了佛了，成佛之后再到驾慈航现菩萨身作为我们榜样，真是大慈大悲，已不是普通的等觉菩萨，他们所示现的不能超越此范围，即念阿弥陀佛名号的范围。下下根是讲地狱众生造五逆十恶，这一生必定堕阿鼻地狱，但若遇善知识交给他这句阿弥陀佛，劝他求生净土，他相信接受了，立刻发愿念佛，十念一念皆得往生，他也能去。你就知道这一句名号所度的众生范围广大无边，任何一个法门也做不到，这一念收尽无量无边的法门，所以这一部经收尽无量无边的经典，才能称之为经中之王。华严、法华都在他包含之中，法华、华严都包不了他。我刚出家时对华严仰慕之极，非常向往，非常羡慕，以后就学华严，讲华严，讲了17年的华严，我才明白此道理。在华严经发现了无量寿经，原来无量寿经包括了华严，所以华严不要了，真正找到了第一殊胜的法门，比华严简单容易太多。我自己非常庆幸这重大的发现，这才发愿专修专弘这第一殊胜的法门，原来还是这么容易，比华严容易太多了，不可思议。其所感佛所生土，往往甚境亦不一概。念佛人以他念佛功夫的浅深，所感佛功夫浅的，所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功夫深的，你所感是阿弥陀佛的报身。所生的土，功夫浅的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功夫深的身，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虽然不同，在不同中又相同，这奇妙是他方世界所没有的，因为他四土在一起，
他没有分开。往往圣境殊胜的精进，亦不一概。这是说明西方世界的四土三辈九品，可谓横该八教，竖彻五十。这是讲释迦牟尼佛寺十九年所说第一切法门。我们天台祖师分作八教，化仪四教，化法四教，所谓藏通别圆。五十是讲第一十，也是第一阶段讲华严，第二阶段讲阿含，第三阶段讲方等，第四阶段讲般若，第五阶段讲法华涅槃。这一据阿弥陀佛统统包括了五十八教，一部弥陀经，一部无量寿经，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统统包括清净，这才知道此一方法殊胜，真正不可思议。你依照此一方法修学，你这一生必定成佛。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叹其难信也。佛叹难信，实在是真难信哪，有几人能信此法门呢？我几次来，有几个信了吗？有信还是不为信的人态度变了，他专修专学，真正的利益好表。我来此的很欢喜，总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信了，他依教修学，他得到的好处来与我讲，我听了很安慰。我想还有很多人信了，依教奉行，得到好处了，但没有来对我讲，一定知道。很多跟我讲的是少数人，法门殊胜不可思议，真正学佛，心定了，不怀疑，这些人不会再跑了，五花八门都放下了，一心专念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这是他的受用了，还有许多人，虽然喜欢，还学很多法门，还念很多经典，真难信，这不能怪你们，连佛都说难信，自己的善根福德不够深厚，烦恼习气很重，所以外面风吹草动，自己心就受影响，就是不心信吗？不能不相信此法门。五，我等今日犹不肯死心念佛，苦欲直敲门瓦子向屋里打亲生爹娘，则于诸祖成恶逆，非善顺也。这句话是偶意大师呕心沥血之言，非常痛心。如此殊胜法门，保证你这一生成佛，未成佛之前，你从修学此法门起，保证你这一生快快乐乐，幸福美满。但你不信，你不要，你还要过你的苦日子，将来还要去六道。大师看到痛心啊，还不肯死心念佛。下面是比喻，拿着敲门的瓦子，从前有，现在没有了，现在到人家里按电铃开门，以前庭院里很深，在外面敲门怎么办呢？外面地上拿个砖头敲门，底下的人听到了，门开了，拿这个砖子打他，爸骂妈妈来开门，他不感激，还去打他。爸爸骂妈妈是谁呢？就是你自己的真心本性，你不肯死心他的念佛，还颠倒，换句话说，等于用十瓦打门里的爹娘，永远不可能明心见性。祖师大德教的完全违背了，则于诸祖成恶逆，是违背了，不是善顺。
那不是依教奉行，是完全违背教训。祖师大德释希，望你一心不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希望你这一生确实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你果然得到了，你对老师的感恩之心念念不忘。你贺今天对老师没有感恩之心，因为你没有得到好处啊。为什么没得到好处？因为你没有照做呀。我学佛念念不忘恩师，我初入佛门是方东美先生接引的，因为我起先不信，我一定要反变。未学佛前，我的知见不正，但有辩才，法师有理辩不过我，我就不信。但是我输了方东美先生，所以我就信了。入佛门后有二个老师，第一个张家大师教我三年，他老人家圆寂了。第二个是李炳南老师，我跟他学十年。我不是到处学，不是每个庙都跑。前几个老师十三年，我真正得到快乐，法喜充满。我对老师是念念不忘。我的小佛堂供佛像西方三圣，在供三位老师，老师都过世了，人不能忘本，要知道自己的好处从何而来，这是饮水思源呐。六逆恶之人，临终时念一念，下下品身，病逝素因成熟，故欲善友，闻变信愿，此事万中无一，岂可侥幸？净土或问，是此最详，今人不可不读也。这一段是大师特别提醒我们，礼与世上确实有五逆十恶的人，临终像张善和、钟馗，都是在世无恶不作，真要堕地狱的。但在临命终时，善知识与他一提醒，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马上就念，立刻转地狱的香，看到西方三圣来接引他。这里与世真有，大师说这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非常深厚，是这一生迷惑颠倒而没有缘分遇到佛法，才变成如此。临终缘分成熟，一遇到善友提起，他的善根福德刻起现行，才有这样的成就，不是普通每一人都能做得到的。这样的人学佛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临命终时头脑清楚，第二，要有善知识劝他念佛求生西方，第三，听了后能力即信而能发愿念佛，缺一不行。所以此法门的确难。净土或问内对此事说的详细，希望我们不要侥幸认为现在造恶还没有关系，临命终时还来得及，那你就错了。你要将理事弄清楚，我们临命终时比不上张善和那。前年华盛顿 DC 周广大先生往生也是如此，但周先生没有作恶，只是不信佛，一生没有接触过临终的很重的癌症，听到此法门就信，愿意往生，念了三天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了。这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非常深厚，七当知此经，字字皆海印三昧大圆净智之灵文也。唯念一心不乱，则能超三界，拂烦恼，破无明也。
这是偶益大师郑重地开导我们，《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每一字都是海印三昧。海印是比喻，阿弥陀佛真如本性里所现的经文，大圆净智转阿赖耶位。大圆净智，大圆净智与海印是同一意思，是佛定慧中流露出来的。只要念到一心不乱，你就能超三界福烦恼，破无明。就一句佛号，就如此简单，就这么容易，就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力量。八所持名号，真实不可思议，能持心性，亦真实不可思议。所持的阿弥陀佛佛号不可思议，能念佛的心也不可思议，持一生则一生不可思议，念一生一生不可思议，念十生十生不可思议，念一百生一千生一万生，生生不可思议。不是偶益大师再来人的话，凡夫二圣全教菩萨说不出来呢，这我们不能轻视呢。九福愿资素至于，实在是偶益大师在求我们念佛往生呢，真的将我们当作父母看待，服侍爬在地上叩头顶礼，希望资是出家人，素是在家人，不管你是有智慧或无智慧，于此简易直接无上圆顿法门，勿视为难。不要将它看难了，而折身退尾难了，就退心不学了。勿视为易，有不要将它看得太容易，会漫不经心不认真学，也不会成功，而漫不测情。勿视为浅而妄至渺轻，勿视为深而弗敢承认。对此法门要以真诚恭敬心来看待，它不难也不易，它不浅也不深，对任何人正好适合程度，真妙能适合等觉菩萨的程度，也适合地狱众生的程度，当中全包括了。九众劝发愿，一经云：我见势力是佛眼所见，就尽明了也。我见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势力者，横出五浊，圆尽四土，直至不退位，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是说你一生往生不退成佛，一生决定成就。这种功德利益是佛亲眼所见，看到十方众生，上从菩萨，下至三恶道，信愿持名，看他往生，看他不退成佛，一点都不假。二又是利灵命中时心不颠倒而言，这又是一种解释，因为利益太多，说不尽。就一个人在灵命中念佛的人心不颠倒，平常我们真正念佛的人不作恶梦，不会遇到灾难，不会遇到横事，所以念佛确实保平安，一切天灾人祸你遇不到，有如此大的利益。如果人作噩梦，是念佛功夫不得力，你不是一心念佛，而是乱心念佛，念佛时必有妄念掺杂。果然念佛到里面不掺杂妄想，没有其他杂念，睡觉就不会有噩梦。我讲经说法萨三年了，前面念多年都还会有噩梦，最近十年已没有噩梦了，这说明要去掉家杂事不容易呀，要努力认真去做，
小的一定做得到。前面偶意大师提到，不是很容易，但也不难，只要肯做，认真去做，一定要统统都舍掉。我过去讲了很多部经，多至几十部，这就是夹杂，所以有噩梦呢。这些年来很多经统统不讲了，现在只讲三部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普贤行愿品，噩梦就没有了，纯了，不夹杂。读经讲经不夹杂，念阿弥陀佛也不夹杂，事出世间的事统统放下，真正觉悟了就没有事。佛号里头才能真正做到不夹杂，不容易呀。可是诸位要做，我做得到，你们也一定做得到。我在没有学佛时，天天做噩梦，常梦有鬼来压我，压得气喘不过来，至少有二三十次之多。刚到台湾，在军营时常常遇到。学佛以后呢，这情形就没有了，但噩梦还隐着，是证明学佛功德利益。盖秽土自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利，这非常要紧。我们要求的是在生死关头自己要做得了主宰。我决心要去西方世界，六道中那一道我也不去。不要说人间富贵，大自在天来请我去做天王，我也不去，因为死了还要轮回，这不能干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哇，要永脱轮回，大自在天王我都不做了，人间皇帝总统我会做吗？弃之如敝履哪。世间名闻利养绝不去关心了，那些是迷惑颠倒人做的，一心念佛的人决定不要，只有一念求生净土，唯有此事真的，其他统统是假的。做天王当上帝都不真的，天的寿命长一些，福报大一些，但不究竟非想非非想天，寿命八万大劫，到时还要轮回，你想到这一点就不能去哇，没有意思。所以要在临命终时自己能做主，我往生西方世界才是英雄好汉呐。别人做不到，我做得到，这才叫英雄。元音法师归心净土，元音法师与南洋新加坡的因缘很深，他曾经做过槟城极乐寺的住持，在南洋弘法很久，他自己的道场在上海圆明讲堂。此老人家一生专讲《楞严经》，他办的佛学院叫楞严专宗学院，这学院就是一部《楞严经》专宗学院。可是他修净土，他念佛求生净土，他讲堂的对联现在还挂着，我去参访，明阳法师接待我。对联是：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元音法师表明心机，他的讲堂叫三求堂，他自号三求堂主人，三求就是求福、求慧、求生净土。福是临命终时自己做得了主，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选择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慧。没有慧，你不会选择，没有福你去不了，故求福、求慧、求生净土。
这是我们的好榜样。三，无论玩修狂会，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利，全然无用。这是讲一般教下，包括了讲经说法的法师，学教的，学戒律的，学其他各宗各派各种法门的，到死的时候不得利，还是要轮回，变成来生的福报，所以与了生死出三界没用，即物门深远，操履前却之人，倘分毫习气未除，未免随墙偏坠。这是讲参禅的。禅宗的持士悟门深远，他得了定开悟了，延迟戒行、道德、智慧、禅定、戒律，都是我们一代的典型榜样，我们称之为高僧大德。假如他的习气还有些没有断尽，到临命终时，那一个习气力量强，就会牵引他投胎去了，还是不管用。习气是贪甜吃慢，有些人是道貌岸然，操履确实过人，智慧学问都了不起，但是瞧不起人，这就是傲慢的习气，认为别人不如我，这就很难出三界。所以诸位要晓得，古圣先贤教训我们，学问深时意气平，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谦虚，越没有脾气。如果是学问很高，脾气很大，那是假的，不是真的。越是有学问，越是瞧不起人，那些将来要堕落的。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没有好恶，没有偏爱，他的心是清净平等的，这是真正功夫，这才能超越三界轮回。四，永明所谓十人九蹉路，这是讲修行人，不是指普通人。十个修行人九个走错路，此十个修行人是指什么呢？这是指佛教十个宗派，小乘二宗，大乘八宗。九个走错，一个没有走错，就是净土宗，其他的统走错了。这是永明延寿大师讲的，永明大师了不起。在传记里记载，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宝镜法师，是弥陀经要解清文记的注解人，讲永明大师的这段故事写在讲义里，他确实是阿弥陀佛再来，也就是阿弥陀佛亲口说的，十个人学十个宗派，九个人走错路啊，因近乎现前，瞥耳随他去，此诚可寒心也。临命终时还是六道轮回，还是被业力所转，不能了脱生死，超越三界，确实叫人寒心，一生的修行依然不免轮回。我们要特别注意哪，只有这一条是生路，而且是决定有保障的生路，你绝对能了生死，超三界，往生不退成佛，一生中必能圆满，不相信就没办法了，信者有福了。如外教所说，信者得救，信了阿弥陀佛就真得永生了。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将阿弥陀佛介绍给西方人士，让他们真正得救。五，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自有信愿持名敬业之力，这是自己本身具备的条件，所用之功，信愿持名是本身具备的，又仗弥陀慈悲力，决定不虚
佛极甚重，现前未倒，故得无颠倒，自在往生也。好处太多了，自己只要具备信愿行，阿弥陀佛的大愿、大慈、神通道力的加持，我们念佛的功夫决定不虚。临命终时佛来接引，有时还不到临命终时，佛就来安慰你，就来告诉你何时来接你。去年年底台北淡水有一位居士，年岁已大，生病，他告诉家里人4点钟要走了。家里人问他，你如何得知的？他说，佛来告诉我的。到下午4点钟，他还没有走，家里人就问他，4点钟到了，你怎么没有走？他回答说，不是下午4点，是清晨4点，到了第二天清晨4点，一分不差。他真走了，家人亲眼见到。这就是佛先来安慰与先告诉，所以他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清清楚楚，自在往生。这要真正修福才能得成就，在家同修修福容易，出家人难，难在十方供养来了，用的不妥当就是罪业。我在香港讲经，我的母亲及弟弟一家人到香港来看我，讲经完了以后，同修们的红包供养个个都是顶礼送来，他们看到了，我对他们说，这钱你们敢用吗？用了会堕地狱，我也不敢用，用了会消福往将来临命终时手忙脚乱，没有把握呢，我一定要妥善用，在佛教事业上我才有福啊，我如果拿来享受，那不得了。所以我出家之后没有做一件衣服，都是人家做了供养来的。饮食与大众一样，从不加一点，添一点。不喜欢这样，这边同修送人参补品来，我很难过，因为我不吃这些，送来了我不吃，对不起他们，吃了我不习惯，送来了我就转手送给人，我什么补品都不要，一切简单，一切随自然。我的身体是要利用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只此目的，越早去越好，何必留久受苦受难呢？这不颠倒吗？身体不必太关心太照顾，也不必故意糟蹋，只要以平常心看待就好。六法门深妙，此生超过了84000法门，超过了无量无边法门，破尽一切细论，细论是玩笑话，此事只是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如果未遇此法门，其他经典就显得甚深微妙法，遇此法门后才知道千经万论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细论哪。所以莲池大师说三藏十二不让给别人悟，他找到了甚深微妙法，专修专学，不再搞细论哪，斩尽一切意见，意见是指禅宗所有一切隔腾，全部斩尽，一句佛号将所有一切统断掉，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单何得去，真正是上智，这些谁相信如此难信之法？唯有马明龙树中国的智者永明延寿能信，他们都是祖师，智者是天台的祖师，永明是禅宗的祖师，
以后都回转专弘净土，成为净土祖师。他们一丝毫都不怀疑，专修专弘，这样的人是上上智，上上根。他们彻底承当。假如我们听了也能相信，我们的担当与他们无二无异，一下就把地位提升了。马明龙树都是法身大师智者，永明是古佛再来，其余是智辩聪通如禅客，静思量度，越推越远。这是讲中等根性的人，教下禅宗要想探讨净土法门，是越探越远，绝对不能理解如来所说的真实意，又不若渔夫。渔夫老实念佛者，未能前通佛智，暗合道妙也。反而不如老公公老婆婆老实念佛，什么都不知，只知念佛，到临命终时清清楚楚，佛来告诉他何时去西方，你看多自在。不如那，不如那，老实念佛可贵呢。欺我见势利，故说此言，分明以佛眼佛音佛亲眼见的，佛亲口给我们说的，如此殊胜的利益，应定此事，印证决定不错，岂敢违抗？我们做佛的学生，怎敢违抗教训呢？不善顺入也哉，违抗的人就不能随顺啦。不违抗佛教给我们念佛，我们就念佛。还有念佛人不念阿弥陀佛，念释迦牟尼佛亲呐，这是自家佛，不念他家佛，念佛是释迦牟尼佛即佛教的，念阿弥陀佛他欢喜，念他他反而会不欢喜。我们念阿弥陀佛，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欢喜，点头微笑。有的人偏偏去供释迦牟尼佛，念释迦牟尼佛，这就违背了释迦牟尼佛的教训，是不听话。假学生冒充的学生，不是真正好学生。真正好学生一定听话，一定念阿弥陀佛。我们想想，是不是应当做个好学生？好，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第21二卷，新加坡党，明比一年八月至21年二月二，请先开经本53页第六讲，前面将本经的正宗分介绍过了，今天给诸位介绍这一部经的流通分三分，里面最后的一分。第六讲诸佛劝信流通，偶益大师在流通分里也将我们分为劝信、愿行、续、正、流通三分内都讲的信、愿、行，可见念佛法门确实是以此三条为往生最重要的条件，不可不知。经文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看大意，一此经以实相为体，是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说，此意在前面已详细报告过，由此可知，这经绝对不是世尊通常所讲的一般经典，是特别提醒我们注意，谁堪任流通之责？这是偶益大师为我们提出一句问话，既然这样重要，
第一殊胜的法宝，什么人能担当得起流通的责任？流者流传万古，通者通达十方。佛法是给众生最殊胜的利益，最真实的利益。佛的大慈大悲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真实利益，真正离苦得乐，这是佛菩萨的心愿。因此可知，佛法最着重的是流通，流通佛法的功德福报是无比的殊胜。如果障碍流通，果报也很可怕。障碍佛法流通，不但没有福，也没有智慧，因为佛法包括了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所得果报是财富、智慧、健康、长寿。如果障碍佛法流通，是得其反。在末世非常不幸，古时没见过，现在我们看到佛书后面版权页印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种不准流通的字样，在古时是没有的，想印送人，不准印，印了犯法，将来法院起诉很麻烦，我们不愿意找那麻烦。有人送我佛书及录音带，我要先看有没有翻印必究的字样，有的我就不看，因为他说的一定不能符合佛的意思，心量太小，一定与如来真实意不吻合，所以我不看，免得浪费时间精神。如果我看到欢迎翻印字样，则功德无量，我一定要看，这心量与诸佛菩萨的心量相应，为佛与佛乃能就近诸法实相堪共流通。这是偶益大师告诉我们，什么人有资格流通此法门呢？只有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了佛才有资格、智慧、能力来流通这法门。由此可知此法门殊胜无比。此经无上圆顿法门，为全佛之境界，故曰为佛与佛可与流通耳。末后这一句，的确指到这一部经典了。这部经典是一切法门里无上圆顿的大法，所以里面所讲的都是诸佛果地上的境界，那当然只有佛才有资格流通。这是将流通的意义及职权为我们说出来了。二，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其含之意有五：宜恒超三界，不思断惑。凡是超越三界，真正永脱轮回，一定要断惑，要断见思烦恼。这法门不要断，只要扶住就行，是不可思议。二，即西方恒具四土，非由见境，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都有四土，但四土要随着你功夫浅深，慢慢的进步，像念书一样，由小学、中学而大学，一步步上升。这里是四土在一起，一生一切生，不是渐渐进步的，这不可思议。三，但持名号，不假禅观诸方便，是讲修行方法的简单，是方法上的不可思议。只要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不用参究，不必修观，也不必持咒，任何修行方法可以不用，就用这一句佛号，太简单，太方便。四，一七未齐，不及多劫，
多生多年月。如问：此法门要多少时间修成？经上为我们说很清楚，七天就成功。七天时间甚短，所以不需要多年多月多日。七天修成功的人确实有，在印度、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人，甚至不到七天就成功的。我们现在每位同修都不止七天，七个七天也不止，为什么未成功呢？第一是对理论未清楚，虽修而怀疑；第二是方法未清楚，不专夹杂；第三是业障太重。如果将理论、方法、境界统统弄清楚了，三年五年修成功的人太多太多了，无以计算。三五年也不算很久时间，真的能成功。任何一法门在三五年内要想达到一定的成就是不容易的。五持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不一持一切佛名。念一个阿弥陀佛，等于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统统念到。佛都念到了，菩萨当然包括在其中，亦即一切，一切即一。念一尊阿弥陀佛，所有诸佛菩萨统统都念到了。诸位要记住这个，你念观音菩萨，没有念到弥陀佛，也没念到药师如来，也没念到地藏菩萨，念一句阿弥陀佛，统统包括了。你看这法门多妙，三自他不可思议，行人信愿持名，全设佛功德，成自功德。这一句要不是偶意大师为我们说出，我们不知道念此一句佛号的功德。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念，就可将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阿弥陀佛的功德是无量劫中修来的，我们不要修就可得到他的功德，这不可思议。只可惜没有人晓得念佛功德之大。下经云：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功德。诸佛是指阿弥陀佛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其功德不可思议。我不可思议，我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自称。因为本师念阿弥陀佛，则诸佛释迦皆以阿弥陀佛为字也。一切诸佛，连本师释迦牟尼佛都念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我们能够这样念，当然也会如此。同修们只要老实念，也能将阿弥陀佛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四六方恒沙诸佛赞经劝信，略举名号，表修因证果之事，不可思议也。这一段讲法要解里面没有，是我早年在香港佛教图书馆讲弥陀经要解讲到此的，在讲台上忽然看到经典上这些佛菩萨名号，立刻联想到弥陀经一开头的序分，十六位阿罗汉，四位菩萨，诸天大众，他有表法意思，不是随便举的。这一想，六方的每一方恒河沙数诸佛，佛为什么只举这几人呢？是不是随便举，或是有意举的呢？绝对不是随便，那么就是有意，
绝对是表法。一想到表法，我就将佛名从东方一直看到上方，果然不错，整个一连串的决定没有间断，它确实代表发心念佛修净土的人，从发心到成佛整个历程，这意思就非常圆满。这是在讲经讲台上看出来的，没事先预备的。我讲完之后，香港同修们及法师们告诉我，他从未听过，要我赶快把它写下来，认为这说法非常新颖，过去祖师大德们都未说过，所以我看出这名号是表修因正果的。是以总显东方沙佛、沙氏恒河沙数诸佛，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共六方，六方代表圆满，各于其国出广长舌香，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异口同音，以最真诚的言语劝大家要相信这一部经典，这部难信之法。所以偶义大师判断，唯佛与佛才有资格、有责任流通这一部无上的法宝，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是本经原来的经题。前面在经题上已为诸位介绍过，二东方略举五佛名，表法门修学根本。这一段请诸位特别用心听，这是说我们学佛应从那里学起，应具什么条件。佛的顺序不能颠倒，有他表法的次序。一阿秉佛，阿秉是梵文音译，为不动，佛未觉，这是学佛的基础，不动就是定，觉是智慧。学佛的条件是要定要会，修净土宗也不例外，不为八风所动。八风是指世俗，别人赞叹你或者毁谤你，五如你看你心动不动，如果赞叹就欢喜，心动了受毁谤侮辱马上就生气，心也动了这不行，境界风动。如能保持你的清净心，不为外境所动，利益名利放在面前，也不为所动，不为财色所动，不为自然灾害所动，外境绝不动摇，谓之八风吹不动。不为他法门所动，守住佛教本门的，这人学禅，这人学密，那人有神通有感应，我听了之后统统不动，还是老实念佛，不会为他法门所动摇，这叫阿秉佛。金刚经上讲二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是修行的根本，修行的基本态度。如华严善财五十三参，五十三参是接触广大的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统统不动心，参参练得理慈，不为所动，成就自他功德庄严，是此法门修学之大本也。这就是定。我们学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心被境界转动，或被其他法门动摇，不能成功，所以一定要一门深入，此谓执持，执于一，
执于一本阿弥陀经，一句万德洪名，与其他事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无求了，决定成功。所以这第一尊佛是讲我们学佛的基本态度，有这良好的态度，则能成功。二须弥香佛，香好光明九界瞻仰，这是佛的报身。三大须弥佛，大法理体法界独尊，一切万法从此变现出来，是法身本体。四须弥光佛，光明遍照普应群机，这是应化身佛。以上三尊是表示学佛的目标、目的，也就是所求。统以须弥作名号，须弥是代表真如本性。我们学佛求什么呢？这三尊佛代表禅家所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将自己本来的报身、法身、无量的应化身找回来，是我们学佛的目标及所求。目的在成佛，学佛就是要成佛的，我踏进佛门，目标就是要来做佛的，就像六祖大师当年到黄梅去参访，第一次见五祖的面，五祖问他，你来做什么？六祖说，我来做佛。这属于会一体三身时所求所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是求名闻利养，不是争权夺利，是要求做佛，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这才叫圆悟。真正觉悟，不要说世间东西都不要，连阿罗汉、菩萨我都不要，我就是要成佛。有纯正的目标，正确的态度，从那里学起呢？从下面一尊佛，五妙音佛。妙音是方法，在无量寿经里也讲过。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修成功了，到他方世界去做佛，去教化众生，统统叫妙音如来。妙音是我们基本的修行方法。妙音是什么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此音即妙音，表修学法本。法是方法，本是根本，即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此即妙音也，定慧等持。我这种讲法是从表法中连串起来讲，古人没这种讲法，但我讲的也变有道理的。东方是震旦，太阳出来刚开始，所表的意思非常圆满。三南方略举五佛名，表修慧，是表修行功夫。南方是增长，四季中东方表春天，南方代表夏天，春生夏长。一日月灯佛，表性具圆满般若智慧，圆融无碍，无不照，使所求也。具足良好的态度，有纯正修行的目标，又懂得方法，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假如修行没有成绩，我们就会懈怠退心。为什么？似乎看不到成果，所以成果一定有的。这一段是显示我们的业障慢慢消除，智慧增长。这智慧是本性里圆满的智慧，会慢慢的透出来，这种真智慧是我们所求的。智慧开了后与从前不一样，自己会感觉到，
以前处事待人接物，好像是迷迷糊糊的，现在清楚明白，顺乎人情，合乎道理，这就是智慧开了，也就是心开意解，急的受用。智慧开了，一定有明文。二明文光佛，表修慧小乘，必有明文。如果堕落在明文利养中，贪明文，贪利养，就毁了，不但修到此的不能进步，反向下堕落，非常可怕，多少人到此就毁了。明文如暗影，明文不是好东西，明利来了之后，如果没有真正智慧来处置，就要造罪业，就要堕三途。智光照即灭，欲必舍明文利养，无妨道业增进也。我们看到不少年轻法师从小出家，真正有才华，能说能写，只是太年轻，萨多岁就出来弘法立身，讲得好，文章也写得好，名气远播，名利也有了，大家供养他很多，女信徒亲近也多，最后迷惑颠倒，还俗与女弟子结婚，这下一切完了。这是他的明文没有光，没有觉。如果这时有光有觉，就会拒绝明文利养，绝对不能接受，一定要舍弃，以定力来舍弃。因为这时有四大魔王来破坏你，四大魔王是财色名利，你如不能看穿，这四样东西是四大恶魔接近了，要小心谨慎，不可堕入，才能突破此关，菩提道上就安稳了。三大焰尖佛，表出具二智，发心续佛慧命，弘法立身，自他二立也。焰是光明，肩是肩膀，双肩担负起如来家业，如来家业是续佛慧命，弘法立身，以双肩担当起来，你能突破财色名利之关，才有资格担当如来家业。四须弥灯佛，表修慧自转时成智，附助他也。弘法立身，不但成就自己，也帮助别人，真的是自他二力。二力行是自行化他，破迷开悟，转第六十位妙观察智，转第七十位平等性智，转第八十位大圆净智，转前五十位成所作智。诸位会问如何转法？什么叫八十？什么叫四智？此的不能细讲。八十是妄心，凡夫用八十心，佛与大菩萨用真心，真心是四智，四种大智慧，这是智慧的心。破迷就是破八十，开悟就是开四智。简言之，你能将财色名利丢了，你的妄相执这就去了一半，你的真心智慧也就相当程度的现前，就很有受用。这要真正去做，故应知财色名食睡五欲。佛讲的是地狱五条根，不是好东西，不能贪图，要把贪甜吃慢真正舍掉，恢复到真心无量的智慧福德，这是学佛。照破自他三惑，须弥表一体不二，唯有智慧才能照破自己见思烦恼，尘沙五欲，同时也能照破一切众生，这是讲修法。五无量精进佛，表修法根本，大乘善根唯一精进，成就大慧。
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修行的一个阶段，东方所代表的是定，南方着重在慧，是相争着光明。慧要如何才能成功呢？要精进，精进是菩萨善根。世间人六道凡夫的善根有三种，即无贪、无痴、无甜，一切善法都从三善根生出。三善根反过来是三毒，无量无边的烦恼、生死苦报都从此三毒贪、甜、痴而生。菩萨三善根统统具足，菩萨还有的善根是精进不懈，我们要努力精进不懈，才能成就大慧。四、西方略出七佛名。西方表修福，前面都是五尊佛。西方是七尊，七代表圆满，福报要圆满，代表圆满的福报。前面讲的是智慧，有慧不能没有福。一、无量寿佛，寿命在一切福德当中是第一福，如果没有寿命，一切福都落空，因为你都不能想，所以寿命在福报中是第一福，它表福寿。二、无量香佛，表富贵，富是财富，贵是地位，在社会上有尊贵的地位，高官显爵，有财富，地位就是富贵。三、无量壮佛，不但福寿富贵，而且高显，不是普通的福寿，是众所周知的大富大贵，壮士高而显。单有寿有福还不行，不能圆满。四、大光佛，表大智，福寿才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一个人有福，大家统统有福。五、大明佛，表智用，大光是智慧之体，光明遍照。大明是表其用，处事待人接物充满了智慧。六、宝香佛，表尊胜，尊贵殊胜，令人心服口服。以上六佛是成佛，百劫修福，无福不能度生。普通菩萨修行成佛，成佛之后特别以一百劫时间修福，没有福报不能度众生。每尊菩萨相貌庄严，看了五体投的心甘情愿向他学。我们人间富贵比不上佛，聪明智慧比不上佛，才艺比不上佛，无一可与佛比，故称世尊，世间最尊最贵。可见度众生要修福，我们同修中有不少人，我非常佩服，因为他们都有真实慈悲心，想弘法利身，但是他们不晓得修福修慧的重要。有福没有慧不能度众生，例如财富很多，捐献建筑的道场广大，不知道将佛法介绍给大家，这没有智慧，不能指导大家正确修行的方法，这没有慧不能度众生。有慧有能力通达佛法，自己有修有行也能指导，但没有福报，没有道场，没有人请你讲经，自己虽有能力但不能发挥。由此可知，真正弘法利身，真正慈悲，一定要修福修慧。修福修慧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这样修学就有意义，不会懈怠，不会堕落，念为众生。如何修法呢？后面一尊就是代表修行方法。七、净光佛，表修福法本，修福的根本方法。
心要清净，心要光明，清净光明始是修福的根本。福就是从清净光明当中生出来的，必须三业清净光明，成满大福，成是成就，满是圆满。诸位要记位，心地清净光明就有福，即使是眼前此人无福，看不出福报，好像穷酸之香，但此人真正心地清净光明慈悲，你就可以断定他必有后福，五年十年念年之后，他一定有大福，因为他有因在此，后来必定有大福，这是事实，诸位多念念了凡四训就知道了。了凡先生看人，他不是相面看八字，而是看一个人的存心待人处事，此人如果心地厚道，心地清净正直慈悲，念念都替人想，将来一定有后福，一定发达，都被说中，这是真正智慧的观察。假如心地与此相反，存心做事待人与原则相反，虽然现在有很高地位与才是，你可判断他不会长久，昙花一现而已，不会长久，所以不必算命看相，佛经多念念，自己可为自己看相，也可给别人看，这是很正确的，一点不假。五北方略出五佛，表教化他，前面所说修福修慧都有成就了，自己成就之后，就要教化众生，要帮助一切众生，修学才有价值和意义，不是贪图个人享受，是要为大众服务，不疲不厌，因为心地清净平等，没有烦恼忧虑，不会疲厌，常在外讲经，没有休息，有些当天到当天讲，顶多第二天就讲，我对讲经是越讲越有精神，越讲越欢喜，越讲越不疲倦。我在洛杉矶一天能讲9小时，一连很多天，我也不觉疲倦，福慧具足，以度生为事业，这就开始弘法利身，把佛法在自身就得的功德利益要普遍介绍给别人，这就是流通佛法。一焰间佛与前面大焰间佛意思相同，但不同阶段，表的意思也不相同。福慧具足后，即以全十二智和丹如来加业利益众生，前面是在修学的阶段，也是学习的阶段，现在学习毕业了，那就要真正担负起弘法利身的责任。二最胜因佛，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所以佛当年在世间是以因身说法教学，现在也不例外，我们印成的经书，写成的注解，有时看不明白，但一讲就听明了了，所以还是耳根最灵光，因此还要以音身做佛事，以口语去讲解，表以音身做佛事演说，此经劝教念佛最胜因也，音身里面第一殊胜，第一微妙，诸佛赞叹是念阿弥陀佛的音声，是讲无量受经的音声，是念阿弥陀经的音声，此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公认的最胜音声。三难举佛，表弘护正法，勇猛精进，不畏魔外
一切障难也。如果说没有障碍，一帆风顺，那你的福报比佛还大。释迦牟尼佛当年，外有天魔捣乱，内有六群比丘天天闹事，这是佛示现给我们看，弘法利。身会有障碍的，但障碍要克服，不要被它真正障住，那就错了。要以智慧，要以善巧，把障碍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佛法顺利弘扬。南举佛都是表法如此，提出警告，如六祖得法后，在列人中避难15年才出来弘法立身，那是障碍呢？所以障碍要想方法躲避，不损害自己，还给佛法留一线生机，续之发扬光大，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次日，身佛表教学相长，自他会日立天，正法久住福利人天，日是太阳，象征无限光明。讲经说法，不但听的人的利益，讲的人的利益更多，因为讲的人遍遍都有误处，因此遍遍所讲都不相同。听的人开智慧，确实是自他二力教学相长，这样正法才能久住，众生才能得真正利益，真正福德。五网明佛是讲弘法立身，要如何做得圆满呢？当然不是一个人力量，一人无法做，就是愿心再大，做的也有限。必须要舍弃自己，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修共同来做，这效果就大了。所以这一尊佛德号也表示这一段的方法。网是讲魔网一样，网的孔很多，这是集合许多同志共同努力来达成弘法立身的目标。所以他表度生弘愿方法，以无量法门如网目，九度众生，无量的法门，无量的同志，共同完成普度众生的大业。所以一个道场也就是一个僧团，他一定有自己的目标及方向。佛法经论很多，法门也多，只有一门才能深入，才能得真正利益。所以佛教不能在一个道场内修许多法门，这样不能成就。这与世间学校不一样，它是专科学校，是专到极处。因此佛教在中国有许多道场，每一道场可以说都是一所专科大学。如隋唐时代，五台山是四大名山之一，其贤通寺是清凉大师当年讲华严经的讲堂。他老人家一生只讲一部华严，一生讲了50遍华严经，从头讲一遍要多少时间呢？根据自己讲经的经验，以简略的方式讲，要3000个小时，如一天讲8小时，要1年才能讲一部。所以讲50遍就要50年，短命的还没办法听完全。清凉大师活了100多岁，寿长，有能力讲50遍。我刚学佛知道此事，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想学清凉大师，想将华严经讲几10遍，但我一天讲8小时就没有人来听了。只是一天讲1个半小时，一星期也只能讲2次3次，这样时间就拖得太长了。这是说待经如教网，一个寺院弘扬一部经，
一个法门。向天台专弘《法华经》，慈恩寺专弘扬为实，为实东西多，六经十一类，所以多半是专科大学，这样的利益非常之大。因此一个道场决定是志同道合，一一部经论，一个法门，自行化他，所以代代高僧大德辈出，代代都出人才。现在我们这一代没有人才，可惜的是我们的方法错了，现在是杂修乱修，换言之是没有修行的基础，即是没有不动心不取余香如如不动这个基础，不知道修行的方向目标，甚至有些人发心就不对，他到佛门来求名求利，当然他的结果不会好，名利虽可得，但死后定堕三途。如果发心纯正，但方法错了，基础没有，也不能成就，所以必须集合大众力量，才能使佛法普遍发扬光大。六下方略出六佛名，表教化大行，普度众生，这是教学福慧因缘提升，故佛法更要发扬光大。疑狮子佛，喻佛说法。狮子吼是比喻佛说法。此地表法王子代佛弘法，如佛无意。他自己的修行，自己的宏愿，与佛能相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他的确可以代佛弘法，所说所行所教化的，如佛在世没有两样，我们称之为祖师。无论在那一宗出了如此人才，我们就称他为祖师，他注释教学与佛无二。二名文佛，表名称普文于十此方，此名称越大越好，对他没有伤害。如果年轻者出名则有害处，年龄到了六七十以后，名气就不会伤害到，知道年岁老了，过些时就要走了，不管别人做什么都是假的，真的看淡了，放下了，名气对他毫无作用，影响不了他。表为人天眼目，如观音、普贤、佛门祖师三明光佛，表大智随眼，法音远闻，能令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随着祖师大德的名望，别人听了就起敬仰之心，任何话从他口里出就能信，就能依教奉行，就能得意，这是智慧之光，能摄受人心，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教化的成绩。四达摩佛，达摩是梵语，意为法，表大法师成自佛，堪为众生规范。佛法是由师成，不是自己闭门造车能学得来的，应由老师代代传承。师承前面提过，此的再提出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实。是亏基法师作通赞书，为末世做示范。五法壮佛，壮士高显之意，表为众生作则法眼，见法状，立宗旨，大行教化，福度众生。无论是在家出家大德，在家大德见道场弘法，成绩可观，不在出家人之下。如李炳南老居士，泰国的高相如居士，
温哥华的冯公下居士、新加坡由居士们主持的道场，均甚有成就，确实利益众生，为佛做了工作，这就是法幢高树。要想让众生真正得到利益，立宗旨，法门明确的宗旨，确定目标，使众生修学有一方向，有一目的，有理论的依据，有正确的指导方法，就能有成就。如道场没有宗旨，什么都学，什么目标都要，则学佛无成，就不是道场。有如专科学校的教育，必定要有宗旨、目标。医学院一定培养医务人才，土木工程一并培养建筑人才，必然有目标方向，才能达到成就的目的。像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师承印光祖，以念佛求生净土为目标和方向，集合志同道合的大众统统修净土，所以一定要有目标方向。我是丙陈李丙南老居士，台北建立两个道场，纯以净宗为目标。我们道场只讲一部经，无量寿经及阿弥陀经，为中小同部经。现在我是讲无量寿经第三遍，弥陀书抄也是第三遍，讲完一遍再从头讲。杭州南路的道场是讲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的导归，也是净土五经之一，也是反复讲一个道场一部经，永远就一部经，使众生心定，依照一部经修学，老实念佛。普贤行愿品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一定要给同修们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这样才对。喜欢了当然就欢喜，不可以多目标多方向，那自己都没有精神照顾了，同修们怎么可能修学的成功呢？希望各位同修将来有能力和机缘建立道场，要遵守佛的教训，无论弘扬那部经那一法门都好。喜欢华严去见华严寺讲堂，请法师专讲华严，反复讲其他也是如此，例如法华、楞严都好，但必须一门一经，一生修一门，虽不是修西方净土，但最后回向求生西方都能成就。为什么？因为功力成就了，再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内讲的属一心三倍，就是不是修本宗的，修其他经论的，求生西方净土叫一心三倍。这是古圣先贤为我们留下的典型榜样，千万不要随自己的意思来创造花样。创造如果是好的，当然有功德，如果误了一切众生，要负堕地狱果报，误了别人的罪很重。六持法佛表自他依教修行实证，佛法始终重实践故，这是真正教佛法大行天下。我们要将佛法普及全球，单单靠嘴讲是无用的，要做，要真正做到。你只要真正做到，没有一个不愿意学的。佛法真正的利益是教个人、家庭、事业、社会真正得到幸福、自在、快乐、美满。我们得到这样殊胜的好处，别人看到一定会学。你不找他，他来找你，你为何如此？
快乐。所以佛法是讲究脚踏实的去做到。真正要弘扬佛法，一定要做到，自己本身要做到。七上方略出十佛名，代表圆满，表觉行圆满一生成佛。这六方佛名号代表我们修学从发心自行化他成佛的过程。一梵音佛，表舍四相四见，说法清净无有染者。到达高阶层修行的人，身心清净，所以他的音身是梵音，清净音，因为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统统舍掉了，心清净了。二素王佛，素是星宿，是天上的星星，星星中我们肉眼看得见的最大的是月亮，它代表大乘，表大乘菩萨道法，无上道之进路也。小乘迂回，大乘直结，大乘是修行成佛之进路。三相上佛，代表禅宗，六祖在坛经里传相忏悔章所开示的修行方法，相上意思与他开示方法非常相应，他代表禅宗净中净也，比大乘又进一步了，是大乘中的净路。四相光佛，表净土宗，表净宗念佛法门。楞严尾相光庄严，大势至圆通章内所讲相光庄严，故净土是净中净又净也。这净中净又净的题目就是教你修净土的，这是成佛最捷径的一条道路，最近的一条道路，一生中决定圆满。五大焰尖佛，表以最上法与人，一生成佛，是以净宗祖师尊称大师也。大师是对佛的称号，不是其他人所敢称的。菩萨称大士，不敢称大师。我们普通人称佛门的法师称为大师是称赞过头，他教导众生能令其一生成佛，我们可以称他为大师，无此能力者不可如此称，这过分了。佛门里每一宗派的祖师大德都不称大师，唯独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因为净土宗教人的方法与佛教人的方法没有两样，是教你一生决定成佛，所以只有净土宗代代相传，大家尊称为大师，这是应知道的常识。六杂色宝花严身佛，表一生圆满，为华严祥之，它代表佛经中的根本法门，就是大放广佛华严经，它代表的是法宝，无上圆满的法宝，但是华严经道最后是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由正实念佛法门位究竟止归也，应深思之，施法善才可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代表一个念佛人在此社会与大众相处，与佛门不同宗派相处，要用什么态度和方法成就自己的道业，上上品往生，同时协助其他宗派法门的弘扬光大，普利众生，因此阿弥陀经才称为小本华严，无量寿经称为中本华严，是有道理的。七梭罗树王佛，梭罗树是非常坚固的，所以他代表圆正究竟坚固，为大法王，这代表佛门的密宗密进不二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代表此意。这七尊佛代表圆满的佛法，末后是我们真正证得了九世三身，我们修学目的真正达到了。八宝华德佛代表圆满报身，九见一切一佛表千百亿化身，五眼圆明普应群机，如须弥山佛表清净法身，为一切法之理体也。此三佛圆正一体三身，这和前三尊须弥佛统统相应。所以看这佛名号，从初发心到成佛，每一阶段的修法全都表示出来了。故佛名不是随意而说的，却实是表法的意思，故而如此圆融。八以上略出佛名号，含义甚深，密示念佛人自初发心至圆满菩提，一生成半之历程旨要及宗旨心要，如华严五十三参不可不知也。这是总结六方佛含着很深之意。九佛度身，身受化，其间难易深浅，总在于缘。所以佛非常重视缘分，没有缘分佛度不了众生。缘之所在，恩德宏深，缘分有深有浅，深的缘分我们一生能在一修学，浅的缘分一生在一起的时间可能就这几天，以后再遇不到了。所以缘分浅深是非常稀有而难得，一定要重视，一定要抓到，这恩德非常之大。种种教起能令欢喜信入，有缘就欢喜了，能令触动宿种就是深善，能令魔障难遮，能令体性开发就是开悟。诸佛本从法身垂机，故结缘种，若是出世悉不可思议也。佛无论是在世间或不在世间，或以三十二相八十众好各身份出现在世间，或变化成普通人来影响我们，来为我们介绍佛法，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弥陀是法界藏身，故一念一切念，念一佛即念一切佛。极乐是法界藏土，故一生即一切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你同时生到十方一切世界诸佛。生极乐一土，即生一切诸佛国土也。我们能将真相弄清楚了，你会对此法门从今以后死心塌的，绝不更改，也不会再念其他佛号，再难其他部经。因为晓得一念一切念也，一生一切都生，才知此法门的可贵与因缘的殊胜。无量劫中稀有难遇到的因缘，我们此生有幸能遇到，实在不易。五，信愿持经之力，我们能信能愿能受持诵读者不经的利益。一劝信佛说闻经受持，闻诸佛名，诸佛名九是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一切诸佛都念的都赞叹的。所以诸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才知道此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为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大菩提。此经与名号功德利益如此大。信世尊说，诸佛说，我们要信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此世间，
苦口婆心劝告我们，要信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在此劝告我们。六方佛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是六方恒河沙数诸佛，故信此法门，不是只信一尊佛说，而是信一切诸佛所说。你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好学生，除了《阿弥陀佛经》及《无量寿经》之外，其他经没有如此的说法。所以你受持这部经，老实念阿弥陀佛，你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弟子，没有一尊佛不保佑你，没有一尊佛不护念你。所以真发心念佛的人，四十里之内魔王不敢侵犯你，有诸佛威神加持，没有苦难，一切灾难遇不到了，你如遇到，是因为你三心二意，不是真心在念佛，自己要好好反省。你不是真心，你要是真信、真愿、真正肯念，决定死十里之内妖魔鬼怪都跑掉了，不敢接近你。我们一天到晚求佛菩萨保佑加持，自己却又不肯接受，这有什么办法？二，此经独显无上心要，能念之心性，第一义谛本源理体，就是真如本性，诸佛名字及指所念阿弥陀佛，这是至圆至顿至妙无比殊胜的法门，圆满究竟万德，智慧究竟正般若德，断无明烦恼究净正解脱得，心性就净正法身得，三德圆满，万德毕具。一切经典，一切法门的确找不到，诸位要细细去研究观察，自然就明了三大本云，若不往习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曾亲奉诸如来，故得因缘闻此意。这是无量寿经上的一首偈，正为我们说明，我们要不是在多生多劫无量劫中供养了无数无边诸佛如来，这样的善根福德，才有机缘听到此法门，不简单。现前十方三是一切诸佛如来智慧道力神通的加持，你才会相信，才会发愿，才会一心持名，这一生圆满成佛，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要真正相信，真正发愿，老实念佛。如待经上说，不是凡夫哇，是有来历的。凡夫听了不能接受，不能相信，那是应当，因为这样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不是一生修来的，是无量劫中修来的。所以能信能愿，我们要赞叹，要欢喜，要恭敬，他不是凡夫。不信者我们不能责怪，也要生欢喜心，这一生他种了些善根，此生虽不能成就，这一点的善根也不可思议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的，明天就圆满了。《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第23四卷，新加坡党明比一年八月至23年二月四，请先开经本59面最后一行四战查经云，杂乱垢心，虽诵我名而不为闻，已不能生决定性解，但或世间善报，
不得广大生妙利益。这是世尊在湛茶经内的开示，我们可以拿出来做参考，说明念佛要一心专念，散心乱心念佛不能往生，只能得世间的福报，利益是人天有漏的善福，我们应辨清楚。若道一心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心，明得相似无生法忍，乃为闻十方佛名。此的又为我们说出一个标准，叫一行三昧。修的反斜线五一行三昧，也叫一相三昧。六祖坛经内说过，念佛三昧就是一行三昧中最殊胜的一行，专念阿弥陀佛，即是一心不乱清净广大微妙心行。念佛标准本来如是，这是同修们应当要记住的。我们自己如能冷静反省，就会知道为时磨念佛功夫老是不得力，追究根源还是乱心杂心。闲话，念佛功夫如何能得力？如能老实念佛，则任何问题都没有了。这是我们从经典中体会到佛给我们的一些宝贵的教训。六佛度众生，不减怨亲，是讲佛心平等恒无疲倦，是讲心清净，不清净才会疲倦，清净心不会疲倦的。苟闻佛名，假如我们听了佛的名号，此文内包含了实修在其中，听了就信接受，依教修行闻思修三会都在其中，佛必护念，为何如此肯定呢？诸位如念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就明白了，确实佛必定保佑你，佛你念他，他不念你，不论有无心，信与不信皆成缘种。这是佛慈悲广大无边，你有心念的感应快速，无心念佛也不舍弃你。有信心念则一生能往生，没有信心念则与佛结法缘。阿赖耶识内落下阿弥陀佛的种子，故是佛慈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的是难信之法。真的真的是难信。七文经受持，不仅诸佛护念，人人皆得圆正三不退，念念去向佛果妙觉也。这是念佛相当有功夫的人才能体会到，一般人虽念佛有这样殊胜功德力，亦可惜他自己不知道。这修士现在也不必多问，只要一味的念下去，念到心地清净，念到心开意解，境界自然现前，都能明了妙觉的果号。妙觉是成佛圆教的佛果，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梵语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乃佛教里所希求究竟圆满的果德。正觉是小乘阿罗汉辟支佛，一凡夫决定不是凡夫了，是圣人。正等正觉是别教的佛，圆教的菩萨决定不是小乘，无上正等正觉仅一人，是圆教的佛果。圆教佛只有一位，八文明功德如此超胜，世尊及十方诸佛同所宣说，可不信乎？这是劝信劝道就近处了。
第七讲劝愿劝行流通。经文：舍利弗，若有人以发愿闻佛所说，欢喜信受，作礼而去。这部经讲圆满了。一劝愿往生，佛连着给我们讲以发愿经。发愿，当发愿皆得不退菩提。以发愿的现在已升级乐世界，今发愿的现在必定往生，当发愿是将来发愿的，当来一定也往生，确实是万修万人去，一个人也不会漏掉。若有信者，应当发愿。佛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你若真实信释迦牟尼佛的话，即信十方诸佛的话，你应发愿求生净土。二信愿往生，正显所发之愿无虚也，愿不会落空，一定能圆满的。古德云：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注重在念念切实的信愿，所以这句佛号念的时候，一定要从深信切愿内念出来，才能真正产生效果。这部经确实是一生成佛的妙典，现前离苦的乐，破迷开悟，幸福美满的不二法门。三本经三劝发愿，真是苦口婆心，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的恳切。第一次佛劝我们是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是经文。第二次又劝我们，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一段我们又见到佛再三的劝，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佛在此经总共劝我们三次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劝我们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是加悲心特切，不但众凡再三劝喻，若不发不愿求生净土，则辜负佛恩甚矣。我们要在此的多念多想。一般人念经念完之后，不能仔细去想佛在经里的开示和教训，体解其苦口婆心。四愿一四弘，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愿，那就是无上菩提心，一定与四弘四愿相应，以众生无边誓愿度。佛弟子一定要像佛与大菩萨们一样，要发广大心，帮助一切众生脱离苦海。苦从何处来呢？是从迷惑造业而来，所以要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一定要帮助他破迷开悟，这就要教学指点他，提醒他，诱导他，使他真正觉悟，觉悟了才能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要发大心大愿，与佛同心同愿，二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发了大愿之后，要想帮助众生，要先成就自己，自己没有成就，帮助众生的愿就会落空。成就自己，第一要成就德行，烦恼将我们性德障碍住了，我们有无量的性德不能现前，所以要想恢复自己的性德，首先要断烦恼，之后才学法门。三法门无量誓愿学，四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从列表的程序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发愿即断烦恼要在这世间做到。法门无量不是现在学，
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因为到了要西方极乐世界，第一是老师好，那真是名师，阿弥陀佛是名闻法界，一诸佛刹土没有不知阿弥陀佛的。第二是同学好，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法门完备，想学什么都没有缺乏的。第三是寿命长久，时间充沛，真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完成。我们在此生中只学一门，只学一部阿弥陀佛经就够了，到西方净土后再学无量法门，稳稳当当，决定可靠。如果要在这一世兼学无量法门，寿命短，学未成，寿命到了也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又在六道轮回。如果我们五戒十善到不了六十分，来生人道的资格就没有了，到三途去了。三途进去容易，出来难，寿命太长久了，苦报甚重，很难再遇佛法。我们知道了事时的状况，必须要把握此生难得的机缘，此生一定要成就。所以学法门成佛道是在极乐世界的事情，我们将它分成两个阶段，先厌离娑婆，再心求极乐，故的不退转于大菩提。现在我们专修一门，绝不退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更不必说了。五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什么叫相应？是踏实落实，是我们的心要向阿弥陀佛的心，我们的愿要向阿弥陀佛的愿，我们的解行也要向阿弥陀佛，这就是相应。单靠念经念佛是做不到的，念佛念经以后，还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做到。最具体的课诵方法，早课念无量寿经第六章四十八愿，我们的心愿与阿弥陀佛一样，将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念熟了我们也此发此愿。阿弥陀佛，过去发此愿，我现在也发此愿，我跟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晚课念无量寿经三十三章至三十七章，这或从三十二章念到三十七章，是阿弥陀佛教给我们怎么过日子，如何与大众相处，处事待人接物用何种心态去行，这与阿弥陀佛形同。如此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个个往生，一个都不落空。妙因妙果不离一心，一心即真心，真心修学，真心称念，何似娑婆报尽，只今信愿持名，莲恶光荣，金台引现，便非娑婆界内人也。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好，不必等往生，诸位要真正像我刚才讲的方法，念经念佛，依教奉行，心愿解行都向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照这样子修，现在虽然未往生，已是极乐世界人了，为什么呢？就等于你在极乐世界注册报名好了，入境证都发给你了，你随时都可以去，所以现在在此世间已经不是娑婆世界人了，是极乐世界的人了，是菩萨了，
你现前已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超凡入圣了，只是自己不知道，一切诸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你已经从凡夫不知不觉中变成菩萨了，变成西方世界的菩萨了，是第一殊胜呐。十方世界的菩萨不能为比，即圆即顿圆是圆满，没有一法比此更圆满。圆满到极处，快速到极处，难思难议，唯有大智方能地性。要不是真正大智慧者，真不容易信。下联居老居士说：“佛说难信，真难信，亿万人中一二之。”新加坡同修与阿弥陀佛真有非常深的因缘，要没缘，怎会聚集在一回呢？三次的聚集，完成这一部无上的妙典。这缘分非常稀有，能信就是大智，真实智慧。六诸佛共赞释迦，着是正果度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赞叹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是现成佛，是现度众生，依凭的就是这部经，能为甚难稀有。一个是娑婆世界，娑婆是杂乱很苦之意，五浊恶是很苦，到浊恶更苦，苦到极处了，就是指现在的时代。佛在此环境里，他能是现成佛的正无上正等正觉，为众生说此难信之法，为浊世众生说见法义，说先修人天，再修声闻，再修菩萨，大家可以接受。顿法难，说三年五载可以成圆满佛，听者摇头不信不接受，以为是骗人或自疑罪，业如此重，怎能成佛？故难于顿法犹易，净土恒超顿法犹难。其他的顿法像禅密都是大乘的顿法，还容易说这方法最难，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四字，加上南无也不过六字，这么容易，所以大家不肯信，愿信迂回复杂的，以为很难才会成就。诸位当知，凡是很难的都不是最上法门，越是最高的法门越是容易。我们中国最高深的经典称之为易经，什么叫易？简单容易，可惜很多人不信。佛应机而变，你要难的叫难的，你能接受容易的就叫容易的，绝不刁难。净土恒超顿修顿证，此法门即佛即心，故云顿修即心即佛，故云顿证，也就是观经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妙观以自不易说此无极取劳修正，但持名号往生不退，第一方便更为难中之难也。妙观是讲十六观经，天台大师是以十六观经来修学的。能观的心就是一心三观，所观的境界就是一境三地，地观都在一心，此谓妙观。天台大师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叫妙宗，四明尊者的抄叫妙宗超，妙心妙观也，已是相当难。小本弥陀经及无量寿经教给我们的方法是更简单，就是一心细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故事第一方便，不必要三大
阿僧之劫如此长的时间，也不要用一百劫去修福报，就靠此六字弘名，福慧圆满，不可思议，待业往生，即生成佛，这叫第一方便。七一持名法门是五浊恶世，一劫浊，浊是染污，不清净。我们今天知道，科技发达的后遗症出现了，不但地球表面，生物普遍都受了染污，海洋也被染污了，太空也被染污了。现在科学家都在着急了，如果染污继续不断发展下去的，求再过50年，人类就不适宜居住生存了。古代的动物都绝迹了，因为生存环境被染污，无法生存。将来50年后，人类也会绝迹，比生态染污还要严重的，大家还没发现是心理、思想、精神、见解、生理等染污，是众人所未见的，非常严重，毒素太深，洗不净了。我们用冷静的心态来看我们中国大陆上的同胞有福报，在今天全球来讲，他们的染污最轻。外面自由世界有几十种甚至几百种染污，永远洗干净了，太可怕了，不如中国大陆。大陆上一切言论出版限制，以示防治染污呢，统统禁止，脑袋里就清净了，比我们干净多了。所以说念一世纪是我们中国人的时代，我认为有道理。我去中国大陆看看，有前途，中国有非常深厚的潜力，确实可以做全世界人的好榜样。我们现在完全就净宗来观察，看经上讲的一劫浊，这是指时代年头不好，时代不好是染污的时代，身在严重染污的时代，非待业恒超之行，必不能度。偶益大师为我们讲的话完全肯定，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在这一时代，如果不修此法门，修别的法门是不待业的，只有念佛往生净土是待业。除此法门必不能度，也必定出不了三界，脱不了轮回。二见浊，知见未见解错误，五力使增盛，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五大类错误的见解天天在增长，如没有特别殊胜的法门，修行会白费功夫。这错误的见解有五大类及五力使，使者差使，即如警察专抓犯罪者，力来得猛力。第一身见，将身体当作自己，是最大错误的见解。身不是自己呀，身体是自己所有之物。例如毛巾是我所有，身体也是，因为时间关系不能细讲，同修们听弥陀书超演绎，那讲的详细，不悟四大假合虚幻无常，即四大五蕴假合的四大是物质，五蕴是精神。四大者的水火风，的水火风是今天科学里发现基本的物质，我们今天讲原子、电子，将来可能更小的，这是物质基本的物质，有四种现象及特性。一，它的确是物体，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能见到，谓之地大，地者实有。二，火是温度阳电。
三水是湿度阴电，四风是动性。佛在《金刚经》内讲，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是一合相现。在科学家发现的确实是一合相，一个基本物质组合的。组合排列方程式不相同，则变成元素，元素再排列。不相同，则形成山河大地及一切众生。总归是同一个。基本物质，佛在3000年前就观察得清楚楚，为我们在经上说得明明白白。身体确实是四大假合，虚幻无常。第二边见是两边，也就是相对，相对的观念是错误。不悟见解即偏，失乎中道。有长就有短，有大就有小，一切法是相对建立的，这是错误，他见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第三见取见和第四戒取见都是中国人讲的成见，即执着，分因执着与果执着。见取见是果上执着，非果即果，不是真正的果报，以为是真的。例如有人喜欢升天，以为天上可永生，享受快乐，但不知天也有寿命，也有苦处，只是苦少乐多，寿命比人长而已。但总有一天寿命到了，还是堕落轮回，不究竟。不悟有漏界中，终非究竟。有漏是六道轮回，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有烦恼，有人我，有是非，决定不究竟。各位同修，不管你修学那一法门，你们要记住，只要你修学的法门，你感觉还有人我、是非、烦恼，你就不究竟，你就出不了三界，也超越不了轮回，三恶道就在等着你，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的心世界定会多呢，还是贪甜吃多？两者比较极之。如果界定会多过贪甜吃，你来生可得人生或人天两道；如界定会少过贪甜吃，则一定堕三恶道。不必问人，自己晚上睡在床上好好想想就知道了。六道中我将去那一道，非常清楚，真是不假，此事不得了呀。所以不求待业往生，三恶道去定了。第四戒取见，非因即因，不悟真杀作犯，成劫难成。这是楞严经上的比喻，修其他法门就好像煮沙想变成饭，怎样煮还是沙，它不是饭的因，在因上搞错了。今天佛在此的告诉我们，修行成果，往生不退。第一个真因，这决定不假，我们多么幸运。第五邪见，不属于前面四类，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归此类，不必多说。邪见内最严重的是不信因果报应，这是最大最严重的邪见。因为不信因果报应，不信六道轮回，他认为人死了就完了，他可以在这世间造作一切恶端，不在乎，他不晓得造恶将来要受恶报，恶报太可怕了。凡信因果报应的人，至少起心动念，他会谨慎，知道将来果报不好受，因此害人之恶心会自己控制。
所以佛将波无因果归入最重的邪见，以误众生堕入深坑。深坑就是无间地狱也。这五类中除身见外，都是与生俱来的错误见解，今日世间所见所闻所触都是后四大类见惑，都是不正确的知见，如今天天在接受吸收，造成我们的见解都错误，怎么得了？要想将错误的见解舍掉，只有一个方法，老实念经念佛。我劝同修每天念三遍无量寿经，越多越好，能念十遍是最好，因为念经就不打妄想，可舍妄想，使心恢复清净，与佛的见解思想相应，那就是纯正的见解，纯正的思想，所谓正知正见。三烦恼浊，五顿始增盛，非即凡心是佛之行，必不能睹。顿者迟钝，是说思想的错误，是贪、甜、痴、慢、疑。前面五条是看错了。第一贪，不能看破，不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在一切法里不要起贪心，一切法无一法是实在的，你贪它做什么？这想错了，一定要看破。第二田，不能忍辱，不了一念甜心起，火烧功德林。功德是定和慧，慧从定中生，一发脾气定就全没了，心不清净了，定没有了，当然慧也无了，故甜慧知大火将你修的功德统统烧光。如果要知道自己功德有多少，要问自己几时不发脾气开始算，所以要知道动田恨心的可怕。我们的功德为何老修不成？是因为一面修一面烧，当然没有了，修的还不够烧的多，这怎么能成就？诸位要警觉呢。我们今天念佛不能的一心不乱，不能到功夫成片，原因在常动田慧。凡是能引起你田慧心的人与事，要立刻提高警觉，知道他是来破坏道心的，我绝不上当，不动心，你的功德就保全了。那个引起你田慧的人与事，他们就是菩萨，是来成就你忍辱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如果你发脾气破坏了功德，他们即是魔，可见到底是佛是魔不一定，要看自己自觉心是清净的定的，外面是佛，自觉心不清净不定，外面就是魔。同修们要知道，外境是无佛也无魔，佛与魔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心有贪甜痴，外面统统是魔；心有戒定慧，外境统统是佛。佛与魔无定，同修们把这二句话记住，将来遇到境界，什么是佛，什么是魔，不要再问了，老实念佛，对佛与魔自己就清楚了。希望大家不要愚痴，修的那一点功德，不要人家叫你烧就烧光了，要有点功夫。所以学佛之人绝对不动田慧心，要能忍
要有耐心。第三痴，就是不明邪正、真假、是非、善恶、利害，完全不清楚，甚至颠倒，这是愚痴。现在社会愚痴的病根很严重，不但一般人，我在美国遇到许多有学位者，甚至拿到博士学位的，什么是真佛教、假佛教，都分不清楚。很多学了外道，还以为他学佛了，高等知识分子也一样愚痴呢。希望各位反省自己是不是愚痴，对真假佛能辨清吗？正邪法能分清吗？善恶利害能辨别吗？要不能辨别，虽然眼前有点福报，但将来会享尽，苦报就跟着走了，那很可怕。不能明觉，明是明了，觉是觉悟，不了诸行无常，毕竟空寂。如果现在你能辨别清楚，那你就真有福了，而且将来是福慧无边。第四慢，慢者傲慢，不能谦下，不了众生，佛性平等。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谦虚，要恭敬，要谨慎，这些都是性德。性德不能现前的原因是傲慢作祟，受傲慢障碍了。中国人自古称为礼义之邦，可是现在讲礼与义已不如外国人了。我们在外国遇到陌生人很远，他们都会自动打招呼，脸部有笑容，点头举手，我们中国人反而不会。所以如今外国人对中国人普遍有个印象，好像中国人是债主，好像别人都欠了他的债位，还面孔板起，好难看，他们不能理解。所以要学谦虚。佛门里的礼节为何要用五体投的礼节呢？这学问就多了，重要的因素是破除我慢，我慢是具身的烦恼。儒家也告诫，傲不可长纳。学佛要把我慢破掉，对人要修礼敬。十大愿王第一条就是礼敬诸佛，是专门对治我慢的。菩萨六度第一是布施，是破贪的。十大愿王第一破我慢，其意义都非常之深。第五一是怀疑，不能决断，不了是善则可亲，是道则可敬。特别是对佛菩萨的教训怀疑，不肯接受，这个是疑，这是大的烦恼，将这一生难得遇到的机会断掉了，真可惜。对佛菩萨的圣教教诲不疑惑，此人就有福有智慧了。特别是这部经，一切诸佛都对我们讲，是难信之法，难信能信是大智，不是普通智慧呀。四众生浊，众生范围非常广大，包田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见或是见解的染污，思或是思想的染污，众生浊内有生理、心理的染污，见思所感。粗鄙五阴和合，假名众生，非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心者心乐极乐，厌者厌离娑婆，还是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才能得度，否则一生无法超越轮回。五阴是色、受、想、行、识。色法是物质，受、想、行、识
是心法，归纳为色心二法，全部包括了万法。色心和，和是讲动物、有情众生。有色法没有心法，是植物与矿物。佛用这些名词鉴定了一切万法。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非不费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我们在此世借寿命短，实在讲是因不好，故果报就不好。因是造作，我们是迷惑造业，造业就要受苦。造业是因，当然有果报，受苦还不知觉悟，更迷惑，迷惑中又造业，所以苦会一倍比一倍苦，越迷越深，越造越可怕。五浊恶事，身造杀盗淫，身没造心里想，也就是造心造，同样受果报，心身都造，果报更重。口里妄语，耳舌起语，恶口都是造口业。心里贪甜吃慢，人在世间天天做这些，这是造的一切因，因不好，果报一定不好。我们这一生要利用短时间修行，要找简单易行的方法才能成就。八故一生阿弥陀佛及释迦本师于五浊恶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一句是偶益大师为我们点醒的，我们天天念弥陀经都没有看出来，释迦牟尼是如何成佛的？释迦牟尼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是有根据的。经文：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这就是念阿弥陀佛，因为诸佛就是阿弥陀佛，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念佛名是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念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经都是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再略看下面经文：能于娑婆国土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经文，确确实实明白显示在此的，我们天天念都没有注意到。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真的有根据呢。今以此果决全体，世尊把他成佛方法教给我们，我们用此方法一生成佛，因同果同，学释迦之因也。成佛道，授予浊世众生，我们在这染污严重的时代，将传授此法门给我们，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性解也。这是佛的境界，只有我佛才知道，没有成佛，虽是等觉菩萨，也不能完全知道。九法界菩萨圆觉声闻及六道，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信解，而且也不信，包括等觉菩萨，故谓难信之法。如此难信之法，我们今天听起来相信了，好像不难。无量寿经上讲得清楚，诸位同修，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修此法门，已经供养过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有这样深厚的善根，今天现前了，同时又得十方诸佛如来威神加持，你才能信，才能发愿，才肯老实念。所以佛在经上说，这样的人不是凡人哪，
是在极乐世界注册报名的菩萨。无量寿经已给我们受记了。有人常问我，你凭什么说往生有决定把握？我对他说，我有保证书，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发给我的保证书。各位同修手上拿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我们依教奉行，决定往生，不要疑惑，我信心充足，绝不怀疑。所以不是佛力加持，不是自己善报福德，现前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此话一点都不假。九信愿持名一行，不设施位，圆转无着，唯信乃入，非思意所行境界。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离开一切染污？由严重的是心理的染污，加上思想见解的和身体的染污，要如何洗净？这里告诉我们信愿持名这方法，不设施位，圆转五浊，不必再用其他方法，就这一种就行。此法老实做，能将五种染污统统转过来洗清，可恢复心清净、见清净、解清净、思想清净、身体清净。这句佛号有这样大的功力。在注原上讲，将染污我们的境界远离，不需要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天下太平。学佛初期，我天天看报纸，但我只看挂文，提醒自己无常，不看报，不听广播，不看电视，那真心清净，天下太平了。帮助心清净，饮食要简单，越是简单的生活越是健康，唯信乃入，非思意所行境界。要想信佛的话，信了才能入境界。设非本师来入恶世，世的菩提以大智大悲见此行此说此众生何有秉此也哉？佛对我们的恩德很大，如不是佛的大智大悲，将事实真相看得清清楚楚，为我们说出，否则我们不知道，如不知此，则会依然醉生梦死在六道轮回之中，苦不堪言。思此才知佛菩萨恩德之大，无法报恩。痛修中问我佛恩如何报，如果你心里会想如何报法，你报不了佛恩，因为你在打妄想。怎样才算报佛恩呢？要将一切妄想放下，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再劝人念阿弥陀佛，这就是报佛恩啊，真正报恩啊。若不深知其神难，要知道事实真相，修行正果是真难。要想脱离三界，永脱轮回，你要将事实真相弄清楚了，真正晓得难，断烦恼难，破见思难，将为更有别法，可出五浊。你还以为还有别的方法能叫你一生当中脱出轮回？没有，不可能，没有别的方法可超越五浊恶世，脱离六道轮回，只有此法，而且真有效果。火宅之中细论纷然，火宅是讲三界，现在这世间烦恼火太炽盛了，其中邪说横行，如楞严上讲的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细论纷然，如何得了？
所以我说千百种染污，洗都洗不干净，唯深知其难，方肯死尽偷心，保持一行。偷心是投机取巧的心理，侥幸成就的心理，要断除，专心念佛，知道这一法门真正是第一宝贵的法门，一定要牢牢地抓住。此本师所以及口说其神难，而身主我等当知也。从这些开示，我们逐渐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的苦心，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这番苦心，我们真正生起感激报恩报德之心。五浊难超，第一劫浊，决定为时所诱，为苦所逼，决定两字斩钉截铁，没有一点怀。你不会念佛，你不求待业往生，你决定受时代拘束，你就超越不了时代，你一定为苦所逼。有同修对我说生活太苦了，他一叫苦，我就告诉他为何不改行呢？改那行，学佛就不苦啦。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老实念阿弥陀佛，劝人念阿弥陀佛，这样就不苦啦，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外面人看着可能物质生活苦一点，每天生活仅能糊口，但内心的愉快是世间人不知道哇，真乐呀。不分在家出家，认真学佛才能解脱，才能超越。第二见浊，决定为邪智所缠，邪师所惑。偶意大师的话多肯定，你的见解一定被邪知邪见所缠绕，一定被邪师迷惑，实是可怕。第三烦恼浊，决定为贪欲所限，恶业所噬。烦恼从贪甜吃慢起，一定现在贪甜吃三毒生成理，所作所为一定是十恶业。第四众生浊，决定安于秽劣，不能动觉奋飞。秽是秽土，劣是下劣，指六道轮回里的三恶道，安心在其中受罪，不觉悟，不知道出苦非行。第五命浊，决定为五常所吞，食火电光，措手不及。寿命短，生死关头手忙脚乱，随业流转，这太可怕了。这是讲五浊难超，真难。那一条我们能超越，我们要多想多念佛为我们说的真话，所说的都是我们现实的真实状况。佛不给我们谈玄说玄，是眼前的事实。这些开导只是净土法门，必定能超越五浊六道轮回，就在这一生中圆满证的幸福美满，不生不灭。这法门是不死的法门，可证的不老不病不死，往生不退成佛，只是此法门大恩，本师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恩德，教给我们念佛修行的法门是大德。那我们如能遵照佛的教训，依教奉行，信愿持名，勇猛之前，精进不退，才是真正知恩报恩的人，否则是空话，不切实际。同修们一定要明了，要警觉，要知一口气不来就是隔世。真正警觉性高的人，他知道人生在世，光阴甚短，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多能
体会到我这六十多岁的人想想四十多年前的事，就像昨天一样，太快了。同学朋友每年见面都少了许多人，这是紧张。在台湾中国佛教会每年过年举行团拜，我都参加，看看今年那些人不见了。同学会里聚会，人一年比一年少，古人讲人命无常，时火电光能困觉悟的，趁着现在还健康，还没老没病，要振作精神，将世间拉杂的事能放下的尽量放下，不要再去找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将全部时间全部精神办自己这件大事，大事就是老实念佛。有一天光阴念一天佛，有一个终点光阴念一个终点佛，唯有这是真的，除此以外统统是假的。如果不觉悟，还是迷惑颠倒下去，将来后悔莫及。所以我们现前可以说善根、福德、因缘三个重要条件统统得到了，这一生如不能成就，谁都不能怪，只能怪自己不努力，不能怪佛菩萨，也不能怨天尤人。要积功累德，功德都在一句佛号，如果自己有缘分没有缘分，不攀缘，我们报佛恩帮助一切众生，我们有这个愿，也不攀缘，不用妄心做妄想，只想一句阿弥陀佛就对了。缘分是因缘，例如此的杨团长请我来讲经，有缘我就来了，没有缘我不会找到此的来见道场也是如此。我在美国见道场是大家同修拿了钱来了，不见又不行，不拿钱来我就不见，我不会去化缘，不问人家要钱来见道场，这样会失去清净心。你们要记住这原则，你的一生即会幸福快乐。我有愿但不找事，这不是小乘小圣，是你来请我讲经我还不想去。大乘是无条件的，来找就要去，所以找我的人太多，我的时间分配不过来，实在抱歉。此地是去年讲无量寿经，就答应大家讲弥陀要解预约在先，所以先来了。我们要知道如何处理生活，在事业中、社会中一丝毫不妨碍，道业也圆满成就了，这是智慧，这是功夫。法众得一劫劝，是最后的劝勉。闻佛所说，欢喜身心一悦，心开一劫。一悦是法，喜充满，快乐无比。心开一解了就快乐，将从前心里解不开的结晶听就解开了，我们的生命就踏实了，生活有了意义，不会再醉生梦死。往往人活在世间，不知道怎么活的，不晓得什么理由活在世间，活得很辛苦很痛苦。现在明白了为何活在世间，生活生命就变得有意义有价值，这一生能断惑证真，破迷开悟，往生不退成佛，这是生命的指标，生活的方向决定不错，生命多有意义价值，信受毫无疑二，领纳不忘，信是深信不疑，佛给我们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我相信
不怀疑，受是接受，完全接受过来，依教奉行。作礼是感谢佛的恩德太大，投身归命，全身全意回过头来。从前攀援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从今以后回头依靠阿弥陀经，依靠这句万德洪名，成就自己圆满的福慧，完成自己无上的道业。作礼是为这个而去，去就是修行，依教修持，一往不退，永无退转。去不是去了就忘掉，否则辜负佛，你仍会往六道，是要回去认真的依教修行。原因老法师最后对而去二字有特别的嘱咐，从今日起，世间名利抛去撇去，不再搞世间名利，世间名利对佛道决定障碍，对个人幸福、家庭美满都有决定的伤害，不是好东西。财色名利不可沾染，否则必定堕三恶道。财色名利就是得到了，你又能享几天快乐呢？享受完了，地狱就等你去，故得不偿失。得到的太短暂啦，所以要断得干净，要认清那是祸根，一切祸业修去些去，或是迷惑邪知邪见，除了念阿弥陀佛，其他统统是迷惑。除了念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其他经不念，莲池大师讲三藏十二不让给别人悟，那是释迦牟尼佛迷人的，佛有迷人，佛迷是善的，世间那种邪思迷人是恶的，唯独说这法门不迷，说其他法门都迷。迷，为什么佛要说呢？因为你不悟吗？你要迷吗？故而佛说大乘、小乘。果然不迷了，佛就叫你此法门，此法决定不迷了，所以要记住，不要杂修，不要乱修，不要学很多法门，一部经一句佛号决定不迷，所以一切祸业修去歇去，一生阿弥陀佛，死心念去修去，这是正修行法，求生极乐五清净土去。我们的世间是五浊恶世，西方极乐是五清净土，即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去。即者快快去正圆满的佛果，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大师末后苦口婆心嘱咐，千万不要走错路，那就辜负佛祖的一片苦心了。今天时间正好，我们大圆满，希望大家依照佛的苦口婆心劝导，从今以后一心一意专修专弘。谢谢诸位 Tilde 反斜线